你好，你好，杨先生，你好，我们陈十一对面。啊，好，才子。哎呀，我们到上面去看看病人吧，好吧？房间安排好。等一下啊，刚才我们在做治疗，我在安排一下。你快点。原来在医院里做，枸杞好像职业在肝脏，影响肝，有点不太好的味儿。你看，每个人都有个东西还有研究啊？没有研究，我也不懂，我也不是。年纪不是三十，枸杞，我们是，知道注意点，知道注意点，我们都亚健康了，对吧？我像我们这身体都不行，我都是吃饭干呀。我也是那个什么呀，尿酸高啊。那我们下次有时间的话，我们就去管理一下啊。这个做一下考试，看我们中医是不是有帮助。应该吧。啊。妈的，三十岁，但是四十岁，他的一个亲戚在这里，他的死。So walking good, walking good. Diarrhea, no diarrhea. Yes. So Francis is good. Blood pressure, get down. 因为那个叔叔来这里，就是高血压，高胆量比较多，然后这个主要是血压高了，还有说失忆了，这个比较失忆了，在这里跟他一起治疗，他也说是Francis，就Francis，这个血压是降了100，400不足，来的是200，100，是吧？ So Francis is studying, the son is a student. This is the second room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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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is is the 来过一次，来过一次，出来了10多天以后呢，感觉回去带了一些消化掉，这次来了，多带几个药。基因不良。叫做基因营养不良。基因营养不良呢，就等于是发育了，肌肉越来越硬，这样的话，整个就走不得了。啊，还有西化验的有个叫做 CPK 值，就是相当于是什么碱性肌酶啊这样的一个东西，就非常高。所以说像这种病呢，我们也治了东西。 治疗的话，啊，就把这个小朋友看。进来。安德，三十三十四。安可，安可利。安可利。Yes. Are you feeling better? Yes. Yes. What is better? My muscle is so. 哦。他的肌肉。 它的肌肉 soft 就是软多了，是吧？你别让你给摸起来了。它现在这个肌肉摸起来是个软的了，它来的时候就像硬邦邦的，像个树干那样的了，是吧 ？So you like here? You like China? You like China? Yes. Good. Yes. The legs stronger? Little stronger， 就是脚了就感觉有力了。OK， 现在就不能走路。他现在有想
站起来的欲望呢，以前就是根本就站不起，因为这个脚绷着点，不能使唤。OK, congratulations. Thank you. OK. 现在摸起来就好起来一些。这就要给他，就给他长期给他按摩呀。中药按摩针灸就是这样子。他这个从中医的观点来讲呢，他这个是这个脾主肌肉，所以说治疗呢主要是以通过活血化瘀、健脾益气，然后达到这个强壮脾脏的功能，然后脾脏这个得到了滋养，这个气血就可以流通，流通以后他这个得到了营养，他就慢慢就改善了。我刚才听您说，好像几个病例好像都是在调理脾脏，都讲脾，正常脾脏功能。哎，因为这个脾的话，为阴阳、脾热是非常非常关注的。像对病人来讲，其实就是个寒热的问题，要不就寒了，要不就热了。那我们发现是寒热的问题，确实是。这个呢，就是我的书啊，就是我翻译的《黄帝内经》，一下我送给你，就是说把一些。医疗技术绝对信任，是不是、啊、然后回来以后我说，哎呀，那地方确实好，治疗效果特别明显。我们楼下还有一个本地的双木桐檀寺里的香港的那位师长，带着这种疗效的治疗，他原先就看着忙，帮忙去看什么讲中医的，啊，这个更加那个英文的那个比较复杂，就讲中医的去看一下。谢谢啊，谢谢啊，可以啊，150，150，150是吧？嗯，可以啊。你现在就现在这么躺，其实现在眼前哪只眼睛能够看到一点点光亮？两个眼睛看的光亮啊，这个眼睛光看的多点。他有光感病人，像原来是个什么情况？原来他就是，他是一个是一个是那个，糖尿病引起的，一个正常糖尿病引起的。还有一个是他那个鼻息盘，你像那个鼻子啊，他是原来他那个鼻子，他那个息盘那个息盘有吧，哈，对吧？鼻息盘啊，他的一些这两个方面，糖尿病看嘛，鼻息盘瘤啊，鼻息盘瘤，高血压嘛，高血压有高血压有点，像这些原因，不，最主要是前头那两样最老好，他这跟那糖尿病并发症有关系。有点关系，有点，中医有点关系。我们从中医的角度呢，我们就不讲西医，他来的时候的症状，我们从中医的观察是，口舌干燥，眼睛干涩，小便特别多，耳鸣。中医的诊断呢，就是叫做肾虚。为什么肾虚呢？这个肾开窍于耳，耳鸣，还有小便多，肾控制小便嘛，所以说明是肾虚。再一个眼睛呢，肝开窍于目。是由肝控制的，这个眼睛啊由肝控制的。再一个，他口舌干燥，都像那个甜一样甜呐、啊，开裂，缺水那种感觉，这个就是一种，就中医叫做阴虚。所以说这个诊断，我们不管西医怎么啊，我们就做中医，这个叫做肝肾阴亏，肝肾的阴虚了。所以我们的治疗原则就是滋补肝阴和肾阴。然后他这个治疗以后呢，他这个耳鸣减轻。这个口舌啊就没有那么干了，这个津液就可以产生了。这样的话，也就是说，它这个津液能够滋养眼球，它这个眼睛慢慢它就有变化，是吧？现在一个月了啊，怎么治疗啊？一个月了啊。一个月烧是烧四天了嘛？烧四天。在湖南讲起来也是里面的，是里面的。到湘西三院，他没办法，请了两个教一个教师一个专家。哎，单独看看那个这个结果，他一个人，他一个人十万块没得，他那个爸爸，他跟所有，他跟猥琐，他们无法治疗他。好，到地区医院吧呢，先到地区医院，地区医院，看看他没得那得办法的啊，他到这个程度，他跟国内来躲了，那个红我们就包着到襄阳去，那个希望，这个这个希望到襄阳去也是一样的，好那就没办法了。啊，就这个回来了，待个襄阳的待个15天，接近后头回来没得办，后来好，通过我那个女婿找到他，在他们都本身关系的，对，找院长上来了，他把他看一下，试一下，当时一来我也没得好多的包，
因为这个病他来了以后，主要打黑油，爆网是很难治疗。打黑油还有，突然失明，打黑还有10天左右，好，他有一点光感了，我们洗澡了，一点光感了我就洗澡了，那我打算还是化纤，不过现在还是化纤，这一点光感就有希望，就是了。现在还每天在做这个脸部按摩吗？还在做吗？做来坚持啊，嗯啊，嗯，包括这个太阳穴，他快的呢，前前后后只有2个月时间呢，就失明了。现在能看到多少？能看到？现在看不到，看不到。现在是有点干区的有点光感，就是白的地方，白的毛层稍微有点白了，连那一点都看不到，全得失望了。对，他就这个还是很有希望的，就是这个恢复还是很有希望的。虽然说不可能不见得跟我们正常人一模一样啊。啊，对对对。至少模模糊糊这些影子啊，这个人呐、桌子啊这些东西能够看到，那生活就便利多了，是吧？你那个东西什么时候拿来的？拿。那个不保鲜的，也恐怕瞧不完那东西啊。他就是他只有唯一的只有锈蚀，别的没有不能够切。其实是那个血糖高了。对，这我都不能够骑，其实不能骑。他们讲这个坐在床上，适当的做做功能锻炼啊，活动下子啊，好吧。现在目前情况也还蛮好的了啊，知道吧？还是在后头方面发展。吃饭也吃，能多吃。啊，这都可以啊，虽然是胖过来的，胖过来是吧？年轻的。年轻的啦，漂亮的啦，漂亮的年轻的，只看不到我是胖吗？其实是你们两个人都是俊男靓女的。俊男靓女，俊男靓女，啥子？你跟我